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邓伦。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77天。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，分别是滑雪、滑冰、雪车、雪橇、冰球、冰壶和冬季两项，将产生109枚金牌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。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7年之后，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。北京冬残奥会还有805天就开幕了，两个奥运同样